我们先请我们所有的贵宾看我们前方的摄影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方的摄影机，好吗？右前方的摄影机，右前方哦，我们右前方的摄影机是。好，那我们再请所有贵宾，我们看我们左前方的摄影机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所有台，我们前面的贵宾，我们一起比一个赞字，好不好？我们比一个赞字啊、哦！好，再一遍，我们先看我们前方的摄影机。让清华高中像清华大学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左前右前方的摄影机，好吗？一起看一下右前方。随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左前方的摄影机。我们相信透过这产学交流，渴望台湾的。